他回去拿雨伞。 给吊桥一个评语。你要转过来对我讲。九重梦大吊桥，本来是日本最大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那整个感觉来讲还好啦，还可以啦。就是这样子走走就对了吧。好。挂着安全拖鞋。哎，喂。 这边拍的如何？拍的很开心啊。烤肉的感觉。好，那我吃这个也是冻啊。你要这个？对对对。阿苏定家，阿苏神社。 Aso Temple Station. 请问两位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来看看阿苏神社发生什么事。然后现在是站在哪个？阿苏神社前面的神山的前面。OK。 哦，神山，他是写神山啊，神山，就神山木，神木，神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，这要关掉怎么关？啊，不，按照关，啊，几家？ 这应该是白天来会。 会觉得更不一样。现在，金甲神社名字太常跳过。上色熊野剑。哎，上色剑熊野柱吗？哎，后面有一个。 拿那把，一个我目前拿过湿气最重的，我名古吉，哎，吉です，哦，吉です，哦，哈哈。
1番 37 37 37どうしよう J おおI a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 I a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 I am going to go to抽你的，啊？怎么又抽你的？好可怕！天哪，我这一条大蒜！哈哈哈，我剩三只的，我要过完了。噔噔噔噔！哦，哎，有啊，没有有。噔噔，爸爸在故意让我抽到他鬼牌，他今晚让我们在上下耶， yeah, 我快过关成。换我，这张是我的。耶！好，那给你录。现在在录我电话里。对呀、啊。够急的。知道鬼牌是在谁身上哎、欸，而且你们的表情都没有人感觉出有鬼牌的、欸。噔噔噔噔，嗨！还有五只。哦。怎么都一起叹气？没有啦。嗯，我。你没有。第二名。换你录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对啊，在我这啊。总算剩下两只，耶耶啊！完了。爸爸，那爸爸说怎么了？没有吧？那是他旁边，那是来。大姐已经绑辫子，二姐戴辫子。好，我是上姐，顺利的手气就拆。Victory！ 你的一张送你，你可以拿两次这个。八手的，你有八枚。看表情。大姐，过了。Yeah.Yeah!